洗碗无谷宠粮开箱吃播。洗碗的猫粮有四种口味可以选择，蓝色包装基本上是海鲜口味，橘红色的包装是鸡肉口味，另外也有试吃包可以购买，不用担心主子不爱吃哟。洗碗的饲料都有添加 Omega 3，对毛孩的皮毛与心血管很有帮助哟。开箱前已经给猫咪吃一轮了，幸好开箱完才来偷吃。四种口味汉汉堡跟茶茶丸都很喜欢，不过海鲜口味碳水偏高，胖咩会鸡肉口味搭配海鲜口味哟。汉汉堡一只猫可以吃掉两只猫咪的饲料。茶茶丸也很喜欢洗碗的干粮，毕竟汉汉堡都等到茶茶丸吃饱才过来吃。笼子不是拿来关猫咪，是用来锁饲料的。汉汉堡开箱饲料功夫一流的，不信你看，不管是密封罐还是扣卡罐，汉汉堡都能轻易解锁。